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是在服社会义，所谓社会义就是劳动服务，其实主要清理环境，然后我也有去过新店的资源回收厂，对，做垃圾分类。刘乔恩扫街与垃圾为伍，被私讯卖身，闹够了没？做了就要认，而不是拿别的借口，然后掰了一个谎。被封为太阳花女王的刘乔恩，2014年因涉及原教座位证遭判刑3个月定谳，被罚半年社会义底刑期，执行劳役场所包括拿扫把扫街，从植物提炼出来，装在里面，到教养院开放聊客。最辛苦的工作是到资源回收厂，执行的时间就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。那可是因为我免疫力很低，因为我红斑性狼疮，然后细菌会滋生，然后不知道哪里就是发炎感染。所以就常常挂病号，那我手都已经打到没有静脉可以打。在这段执行的期间，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跟体悟，甚至说后悔做过什么事？有，这一年对我的心态上学习成长了很多。作为证这部分，你有没有你的想法怎么在？就是。说我很蠢。你现在收入上还 OK 吗？够用吗？我现在很疯。因服劳动役，让近期从事 DJ 的他断了经济来源，就是暂时就是会跟爸爸开口，有时候会跟他拿个3-5千。最近这一个月才开始，因为我一年搬了3次家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要搬家？房东啊，屋主，然后最后发现我是谁，然后可能就有一些。想法就是不想租给我啊。那这整个过程，你有没有想要感谢谁？我很想感谢的，当然是我的家人，我父母，还有我女儿，因为他们真的很无辜。现在感觉如何？不要再来。去年她与交往10年的男友分手，至今还是维持好友关系，更是合伙人，未来会一同经营香氛生意。那有新的对象吗？我现在先不想想对象，我现在只想就是让女儿就是好好的长大，然后我自己先把自己做起来。如果有人在联络你说想要有什么交易，你会怎么回答？就闹够了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